到林心如这样一个家喻户晓的女星，相信大家对于她也是非常的熟悉的。在《还珠格格》饰演的紫薇格格，大家闺秀，精致的五官，甜美的长相，深受无数网友粉丝的喜欢和追捧。当时的火爆程度可不输给现在的杨幂，事业发展顺利的林心如还收获了挚爱霍建华，两人十年的朋友情谊，再到今天的爱人，一路走来备受不少的网友粉丝们的关注。巴厘岛举办婚礼，婚后还有可爱的女儿小凯伦，非常的幸福。当然眼看霍建华林心如两人幸福恩爱，但在霍建华之前，林心如却还曾有过一段刻骨铭心的爱恋，当时两人一度也到了谈婚论嫁的地步，只是造物弄人，并未能修成正果。其中最值得一提的便是林心如与她的初恋林志颖的恋情了。当时双林的恋情被不少网友粉丝看好，两人一度被誉为金童玉女，天生的一对的造的一双。林志颖当时人气旺盛，林心如才初出茅庐，地位悬殊。正当两人情深意浓时，林志颖却在这时候选择了入伍当兵，感情正好的一对小情侣却成为了异地恋。两人在感情最薄弱的时候却开始接受了考验，因为都还年轻，对待事情考虑不是那样全面，最终这段感情也走向了破灭。服完兵役回来，林志颖人气大不如前，林心如这时候凭借《还珠格格》成为脍炙人口的明星。后在发布会上，林心如公开表示对苏有朋有好感，林志颖醋性大发，直接短信七字跟林心如分了手，两人因为此事感情走到尽头。时隔多年，林心如对于林志颖的话一直都心有余悸。在林志颖双胞胎儿子出生那天，林心如还主动发去了一条祝贺信息，恭喜你有了三个儿子，但请记住，你儿子就不要来追我女儿。23次报复了当年被甩一事，现如今离这件事也有23年之久了，对于当年他们两人在一起的时候也该忘得一干二净的。林志颖现在有了自己的家庭，事业幸福，林心如也嫁了霍建华，婚后育有一个可爱的女儿，各自幸福。现在的林心如有了霍建华之后，整个人被宠得像个孩子一样，满脸的幸福笑容，非常的甜蜜。霍建华也完完全全的取代了林志颖在林心如心中位置，嫁给爱情幸福的模样，林心如完美的诠释。看着现在林心如霍建华两人的恩爱，真是让人欣慰。其他人也是这样不是吗？错过了上一段旧爱之后，往往最好的都是在最后才出现，这不是在林心如需要被爱的时候霍建华出现了吗？可能原本早就已经这样安排好了的。对此你们怎么看呢？提问。